原标题：这是我见过最好笑的清明上河图。日式冷吐槽，日式冷吐槽就是给一张正经八百的图片，加上一句看似正经八百却脑洞大开的注释，使它因逻辑错位而产生笑点，是一种很流行的冷幽默。2017年马上就快结束了，让我们以一组清明上河图的截图做一组日式冷吐槽，来挥别这一年吧。说真的，我总是以为这年刚开始呢，谁想到就已经过完 99% 了呢。以下截图分别来自赵梦跳版清明上河图和仇英版。正在一起说八卦的时候，听到了当事人的声音，购物车刚刚装满，男朋友却分手了，治不了，等死吧，再见。光子内夫在广场舞大赛上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微博大 V。 这位客人虽说我们这里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但这些书不是我们卖给您的呀。按照推销专家的意见，在橱窗里摆放了模特，却还是吸引不来客人，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演唱会已经开场了，主唱还没来。放假的我，美团外卖送餐员集会，第一批90后已经秃顶了，要切克闹，非要去参加马拉松。之后的我尚未美图，稍等发你发小广告的还赠送饮料，帽子总是丢，都回家拿了好几次了，还是找不到了。自媒体大力讲了一通人生道理后，摆出一堆东西开始向大家安利，这就是今天练铁当功要用的坠子。赶着去参加比武招亲的路上，发现见到小姐的人都在往回跑，最后留几张给大家，你觉得可以加个什么词呢？